同本就 check 下谁人击鼓。哎呀，切生又是你啊！何青天何大人，我都想知点解又是我啊！上次告我收回佣嗰单都未判案，跟住 Sir 又拉我翻嚟，公平咩？法官阁下，佢话我哋廉署咖啡好难饮、啊。我话难饮，你就要拉我啊！上星期六，切经理喺班 friend 面前好得戚咁话去廉署举报某人，你当时咁讲，冇脸即时开咗个 coffee file，还买咖啡招呼我，点知难饮到呢？何大人，佢应晒啦，判案啦，大人。诶，咩 coffee file？应该读 confidential file， 即系机密档案。不过对于廉署调查紧嘅 case 嚟讲 ，confidentiality 保密功夫十分重要。你四位咁讲就。触犯了防止贿赂条例 section 三十，即是在调查期间披露受查人士身份，所以法官阁下今次拘捕他是落案控告他另一条罪的。喂喂喂，咪先啊吓，讲下小姐，喂喂，